中华武术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，最早由上古得道真人传于百姓，强身健体。后来天无道，战争起，武术作为正义的保卫者，又有了搏击的内涵。中华武术以其博大精深，在中华神传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。习武者必修武德，出习者以吃苦行善、包修忍辱为要，渐入淡泊名利、修心养性之阶，然后可通晓因果，辨识正邪，方为一名真正的武者。历史上，武术也是佛道两家诸多法门修炼的基础手法。其中许多世系承传的正统武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现已渐渐失传。特别是大陆官方半个世纪以来对传统信仰理念的压制迫害，文革浩劫以及新派武术的冲击，神传的中华武术已濒临灭绝。一个个老拳师、传统武术家相继去世，带走了一身绝技，也留下了一身遗憾。有鉴于此，新唐人电视台于2008年起举办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，以展现中华文武道德之传统理念，恢复传统武术技艺，继承传统武术精华，弘扬中华神传武术文化。2008年的首届大赛，美、欧、亚、澳、非各大洲高手云集纽约，以武会友，切磋技艺，共襄盛举。衷心祝愿全世界的传统武术界人士和我们一同努力，将传统中华武术的精华展现给世人，为承传这一国粹尽力。让我们一起弘扬中华传统文武道德的理念，实现所有传统武术家和历代武术宗师的共同心愿。敬请参与2009年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，10月纽约见。